中午跟晚上250到300人吧，从3号到现在4号间隔了一天，存的这个食材也比较多，那么有一星期就没了。然后我就在网上一直在发那个视频嘛，特别很多粉丝还有当地的这些市民还有这些朋友看到之后都会问缺啥少啥，有各种资源的他们就会开始我们联合起来，主要是为了共同去干这个事儿。蔬菜现在送的都有6000斤了嘛，肉类的话有个500斤，水果有一批，但是我们没要，人奶有个200箱了吧。疫情到现在加上人工的话大概有5-6万吧，不算别人送，要算上别人估计要10万了吧，要